下午的2:31，唐鼎黑糖一日好礼公益活动。啊，如果说你买捐一张发票来送一斤姜，在台北车站的微风广场的2楼这边举行，大批的民众呢在边排队，你看看这么多人边排队，啊，如果说你捐的一张发票呢，就可以得到啊一斤的姜啊，在唐鼎那个在边那个台北微风广场的2楼所办的活动，现场来宾啊，你看那个代言人在边发送这个产品的那个姜，代言人你看这边一大堆的人都来这边捐发票，来换了一袋的那个礼品。现场来了一大堆的民众，排队排得很长。捐一张发票送一斤姜，在唐鼎的柜台这边举行，在台北的微风广场2楼，台北的微风广场2楼，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排队，啊，这么多人排队，都在边领这个姜。环球邮报的记者燕国龙在唐鼎微风广场的店面报道。